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无记日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：望到自然，则在头重。望到自然，则在头重。这句俗语是照着字的意象，看到一个人伫咧承担家庭的责任。其实这句话是真简单，伊讲望到自然，则在头重，就是讲你承担一个家庭的重担以后，因为咱知影食饭风底大，食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。食的意象简单用字做代表，也是真有意义。望到自然的意思，就是你承担一家伙的责任的时阵，你才知影家己的大头啊有偌重。这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当然是咧甲咱讲，每一个去承担家庭重担的人，伊就爱有负责着家庭的观念。咱嘛知影以前的社会经验，要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，拢是长辈的主意。长辈年岁若较侪，伊会把这个责任交予下一代去分担的时，当这时阮的大家下手头的时，所有的责任拢是我咧担，恁可能较毋知。今仔日，我要甲这个责任交予你。望到自然，你就爱甲这个责任担当起来。这是一个责任感的传承。咱看到真济少年人，还未看家以前，伊完全唔知影家庭的责任到底是有偌重。咱予少年人来了解这句话。是真有意义的，毕竟每一个人后摆拢是爱大家。这句话背后要甲咱讲，唔通把这种负担生活重担的责任，拢放伫父母的身躯顶。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人，拢应该爱有负担家庭生活的认知和责任。咱今仔日的俗语就分享到这。多谢大家。